boss 哥，大佬神父，省城华艺影片公司香港分厂采嘅第二出影画戏系《富海》。The Veil of Tears。呢出嘅系我哋天主教嘅石友与兄弟嘅心血结晶，情节离奇变幻，令人意想不到。入边有野人食人，睇到心寒胆震。又有梁白菲小姐扮演嘅曼女，姣婆林妹妹苏空半路，裸体嘅曲线美，啱晒我。阿拉罕嘅后味，阿拉罕细佬兄弟呢一出香艳奇情默片《富海》The Veil of Tears 系讲石友宇饰演嘅青年喺城市被班烂摊逼到无路走，着草入钻石山树，遇上凶残成性。身长九尺嘅大隻老野人，拉苏空半路嘅曼女，果斗衰野面目狰狞，要生吞石有月，惊险万分。好彩佢救晒扮拉，用计仔袋諗隻衰野。后来石有月识到一条隐居深山嘅老坑，拉佢做手足。不过无奈老坑就病狗死撚咗，悲痛之余亲手埋撚咗佢条咸鱼。Boss 哥，大佬神父，呢一出嘅喺中华民国23年5月3日礼拜四喺香港中央戏院受影，直直影到5月5日礼拜六，得3日冚多多，每日影4场。晏昼2:30、5:30，晚头黑影7:30拉9:30。